你在哪里放空投箱？这里啊，这里哦，要不要去上面？这里能放吗？要不要在这边放放看？也有箱子哎。对啊，这边这个一定会刷箱子出来。瞭望塔要这么高的地方放？放看看。好啊，不行啊，这边关不能放。不能哦啊，这边超安全的，这边不会被僵尸打。我在上面看，这里可以放投箱哦，看下来了，看起来蛮漂亮的啊。然后僵尸在你后面。对啊。好啦，你放我狙击好了，还有我来帮你狙击一下。哦，真的是垃圾一大堆。是啊。拿完了。一堆枪，市集那边那个货车那边啊，有看到一个包包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去拿抢那个包包，耶！我要去抢那个包包了，好痛！我要去抢那个包包了，耶！我要去抢那个包包，耶！哎，我不用打，我负责走，我拿到了，我没有死。我但是靠过来了。因为我是僵尸拿包包。哎、欸，车上有玩家哎、欸！哇！车上不是你吧？没有。你在哪里？哦。这太多玩家了。太多玩家了。两个。几个啊？我看到两个。两个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。附近有什么坐标吗？我看到你了。我走过来。对啊。好，这边有解答我。太东西，太东西，太东西，太东西。你看，你后面两个玩家。真的哎，好多玩家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。真的、哦，你看到三个玩家。哪一个是你啊？四个。一、二、欸、真的哎，你身边围绕着三个玩家。我身边也太多了、啊，哪个是你啊？救命、啊！我在最远的那边呢。好，看到了，一二三，有三个玩家哎、欸。难怪这边刷这么多僵尸，原来是玩家太多吗？你那边可以进来，可是这边好多僵尸哦。真的也太多了吧？门口吗？门口吗？门口超多的，一大堆。把它集中起来，这样。好痛！我在里面打僵尸。哦，你已经到里面去收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待在外面干嘛？你要放空投箱吗？你还要放？没了，没空投箱了。没了。没了。你只有一个。我只拿一个，我只拿一个出来玩啊。哦。结果几乎是垃圾啊，要看它的等级。可是你上次蓝箱就放到一个不错的刀子，不是吗？红柄的。你说我手上那个吗？好像是，一样是弯刀，可是你红色的就多好多耐久度。我拿来砍木。对啊。我本来砍木头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重新生成了。哦。被我拿走了。你拿呀。这边我不要走了。这边你不要走。为什么你不走这边？但这边好像很少，很少军箱哎、欸。还好吧，我手你爱动。嗯哼，感觉直接走这边比较肥。哦，那边是比较好收啊，另外一边要路要绕来绕去，有点麻烦。另外一边不是因为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好收，因为另外一边都是家居的吧。那边路比较难绕。所以它的箱子均能箱比较少。真的吗？僵尸发现我，僵尸被打爆了。对啊，哦，小村民僵尸哎，可以让他变回村民吗？要怎么变回啊？说的也是。有僵尸挡在门外。走你看，他紫紫的，有很多只哦，很精彩。真的。一走。两枪全灭。好厉害，为什么？沙漠之鹰威力真的蛮惊人的。这边的话就比较难收了，这边路有够崎岖。可是这边东西比较好吧？
很多军人箱嘛，还有工具箱那种。工具箱，太刀哦，好哦。怎么收那么快？留一点给你完收。全跟不上你的脚步，你在哪里呀、我在你后面啊。啊？你在哪里？你就跑到屋子里面去了。啊，好像不行哎。这边还不错哎，对，这里面很这边肥。有很多小袋袋。这里好多小僵尸，不是大僵尸。就什这么？样啊，加特林。路障，路哦，障。我有一次在这边捡了一大堆的针。真的哦，对啊，土豆，像是在砸门的。砸啊，让它砸，反正有路障。一般的药，因为我很常喝红色的药啊，非不得已才用针。你是不是陷害我？哎，这边有条路。哎呦，这条小路，啊，不过啥都诶，没有啊。那个这里是来干嘛的啊？这好神奇哦！埋伏人吗？刚刚突然发现这边有个路，但是好像啥都没有。切，切，无聊。哎，诶，有僵尸诶，怎我么会有三级僵的尸？哎，我不二级装哎，穿那么好干嘛？帮我打一下，以为他打爆了，在哪？他被我打爆了。诶，被你打过。可是我这边不是堵起来，为什么会有僵尸？直接生在里面的吧。没有武器。一枪两只，哦吼，好僵多只尸哦！来是看一枪可以打几只，开花了！不是？天啊，沙漠之鹰真的是，你说从中间吗？对啊，从中间穿过去，打他脚底。我就只是按那招，避免剪刀，好、哦、痛！结果是僵尸走，就那是哪里？中间爆你就不捡了，我不是剪完了吗？真的？哪里有新的我拿个汽油桶，好像只有玩家会受伤。你的蜘蛛网来了。什么？居然只有害玩家，好懒对啊，之前会的，现在反而不会了。哦！啊，太懒了！要不然试试看呢、啊？哎呦！他都想打你耶，都开看你而吧？已耶。为啥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就我身上有什么？我看到他们走过来都是看着你那边，都不理我。我明明就在正前方。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不会受伤啊，他们就不会受伤，好奇怪。土匪好像也不会受伤哎，怎么被靠卡住。近？加特林冲锋。对啊，越往前走，越往前走到里面，然后到头，刚好呵进呵，来。愉快！你帮忙吸怪，我把怪全部歼灭。这不是。那我还要整理一下。我发现啊，我其怎他么玩把家。加特林收进包包了？我开个门，看到其他玩家在收包包，我赶快把门关起来。我也是诶，我有一次也是这样。拜。好哦。能够直接这边开这边吗？看看。会不会卡住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可以出开去的。好了。开出来诶了。诶，你出来。好上诶，车，上车！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我呦呦呦上呦呦，车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，他出得去吗？有点担心。那、啊、可以出去了。出了去了。只是你知道安全键怎么开吧？知道啊，我来这边好几次了。我刚刚还迷路诶、什么？我已经开到知道路在哪里了，可以。
香香的红棕，太棒了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怎么了？好熟路哦，老司机。老司机了。